实力恢复了一成，伤势也有好转，我需要更多的玄黄石。是紫极雷龙，但只有一丝残魂。大家快快来看啊！小姐，你说我们若是去结交一下这位荒唐，这般高手渡劫，我等打赏只有死路一条。没有机会，其实昨晚的那位高手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这里地势险峻，容易遭埋伏。说什么来什么，真是个乌鸦嘴。此山非我开，此树非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老子想过就过，一分都不给你。哼，阁下求财我给，但希望阁下不再为难我等。哼，要求不高，三万玄黄石。你怎么，商对于我有恩，不能坐视不理。梅竹，给他。蓉儿，我们联手。我们还要给狂熊天庆寿，商对不能有闪失。你老看那废物干嘛？你不会真看上他了吧？你瞎说什么呀？哼，前面就是狂熊部落的领地了，里面好男人多的是。给你活路你不走，偏偏要再来寻死。是血头派，血头派又来了。他们怎么又来了？这是血头派主力。冷静，护卫队结阵。嗯，瞧，七个六星武王，哼，不够看啊。这么多六星武王，你这是要违背承诺吗？承诺？老子什么时候承诺过你？那天朝我拔刀那小子呢？出来！我闹着玩的，我道歉，我刚才不该这么大声说话，求你不要杀我，我是独苗啊。相公子，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。瞧你下，老子不接受什么道歉，今天就是要弄死你们，都给我宰了，那女人留着。谁允许你们动手的？谁在装神弄鬼？高手，有高手！天上的强盗不讲理了，求高手出面相救啊！陈峰，他不是演的，是真劫匪，你别闹啊！
你小子在捣鬼，好，有种我就先送你上路。你们这些劫匪又贪婪又不讲信用，今天给你们上一课。一起杀。渣渣也学人拦路打劫，真是不知死活。紫色雷龙那天晚上是他在渡劫。阁下，我错了，我今儿算是学到得讲信用，不能贪。那就交个学费吧。多谢高手救命之恩。